同学好，我们今天第四讲来谈到这个个人综合所得税了哈。那基本上我们的所得税法，它把这个按照这个是个人或者是盈利事业分为两种税，一个是个人所得税，一个是盈利事业所得税。那在个人所得税这方面呢，哈，实际上这个所得税整个制度的发展是在十八世纪。 那英国这边首先来开开开征这个这个所谓的个人所得税，那因为当时英国啊这个战争相当多啊，需要很多的这个经费，所以就加征了、啊、这个所谓的所得税，对有钱的人呢、啊，对富人来克税。那后来又发明扣缴制度之后啊，就等于对一般的老百姓每个人几乎人头税一样，几乎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所得税的这个问题哈、啊。好。 那这个个人所得税它一个基本的理论呢，就是对于一个人的剩余所得来课税。那换句话说，必须要符合良能课税原则嘛。那所谓的剩余所得，就是说他在这个年度之内，把他各类的所得加总起来，减掉他的生活费用，然后来适用累进税率。因为个人所得税是超额累进嘛，所以适用这个累进税率来课税。 那这样所得多的人就多缴税，所得人少的人就少缴税，来达到这个社会这个平均社会财富的一个作用。但是因为目前我们整个所得税在这个架构当中呢、啊，对于炒股票的这个证券交易所的，目前呢、啊、是不课税；对于炒土地的也不课这个所得税。那一个炒股票，一个炒地皮的，通通不不用课税。 第三个，对于有一些为了经济发展呐、啊，像以前的投资抵减呐，也可以免税了。所以目前来讲，整个个人所得税啊，就变成怎么样？截贫济富，截贫济富了。啊，有钱人根本就不需要缴到这个所谓的个人所得税，大部分呢都是客来自这个所谓的薪水阶级的哈。那这个稍微说明一下，但是这个财政部应该要加油的地方了。我们老百姓也很无奈。 第二个，我们谈到个人所得税法里面它的构成要件嘛。假定我们从法律的话，已经谈构成要件。构成要件一个是人的要件，一个是物的要件呐、啊。人的要件一个是课税主体，一个是纳税主体。课税主体呀、啊，按照财政收支划分法的规定，这个个人所得税它收进来的税收，呃，是由中央政府来运用。 所以这个个人所得税啊，目前是属于中央税，那由各地方的这个国税局来负责征收啦纳税的主体哈，纳税的主体是中华民国境内的个人呐，它不叫中华民国国人国民哦，它叫中华民国境内的个人呐、啊。最主要是我们目前的个人综合所得税，它是采用属地主义啦 那但是最低税负制哦，它是属人主义哦。最低税负制我们以后再谈好了哈。那我们现在先谈到这个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啊，它是所谓的属地主义的，所以它是中华民国境内的个人哈、啊，境内的个人。那这个境内的个人怎么样子来缴税哈？目前来讲有两种情况啦。第一种是经常居住中华民国境内的个人哈、啊，那这个时候啊，就是说要采用累进税率要申报。 也就是说，每年的五月一号到五月三十一号啊，要申报上一个年度的他的个人综合所得税来适用累進稅的净税率的。另外一个是非经常。 居住中华民国境内的个人呐、啊，也就是说，一年在中华民国境内这个居留，呃，三百六十五天里面没有超过一百八十三天的，称为非经常居住，那采用扣缴方式来完税了。也就是说，他取得所得的时候啊，这个扣缴义务人呐、啊，就所得给付人呐、啊，必须要按照所得税法。 的规定啊，来扣起税款。那扣起税款之后啊，他将来就不用再适用累进税率来申报了。再来，我们看到物的要件，物的要件当然就是课税的课体嘛，和课税的基础和税率等等。在课税的课体里面呢、啊，当然个人所得税是对所得来课税嘛，对个人的所得来课税。但是我们的所得税法并没有对所得来做一个定义哈、啊，并没有。 所以，他把个人所得的种类分为十个种类啦第十个种类就属于其他所得啦也就是采用快在法律上叫做快跨性的规定啦在一般的、一般的用语就是说无所不包啦哈，只要是所得，除非是所得税法第四条所规定的免税啦否则的话通通都要扣税。所以，第一个是所得啦 那第二个，它是什么？中华民国的因所得喽，也就是说，这个所得发生在中华民国境内才属于中华民国的因所得。我们刚刚也谈过了哈，最主要我们的个人所得税采用属地主义。那为什么要采用属地主义的？因为这是政治的一个现实关系嘛哈。假定你采用属人主义的话，那在美国的华侨，主要呃他已经美国公民了，然后还拥有中华民国的护照。 那就要来回来申报我们台湾的这个所得税，对不对？那这样子，全世界华侨马上都会放弃掉你中华民国国籍嘛？哈、啊，说不好听的，中华民国对不对？也不能够来保护这个这个海外的这些侨民，是不是哈、啊？人家还继续呃拥有这个所谓中华民国护照，只是说一个一个文化历史的一个渊源嘛，是不是哈？啊，公告拍他嘞，对不对？他只是说，哎、欸，这个这个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所以。 继续拥有，那你中华民国政府有没有办法去帮忙人家啊？你要扣什么税，对不对？那不像美国的话，它是采用属人主义，所以你只要有美国的这个公民身份或者是永久居留权者，你在全世界有所得，通通要回去申报美国的所得税。 那美国为什么能这样子做？因为它美国的政府它可以保护这个海外的这个侨民嘛。那我们中华民国的政府是走不出去的一个政府嘛，啊，所以我们就采用了属地主义，所以发生在中华民国境内的所得才叫中华民国人所得，才要课征我们的所得税。那课征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申报是用累进税率，一种是采用扣缴方式来完税了哈。 那这个所得到底发生在境内或境外？那基本上来讲，当然我们就要看所得的种类了嘛，哈，等等，哈，好。 那我们现在看第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盈利所得啦哈。盈利所得这个盈利所得，基本上来讲，我们大概可以分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己从事盈利的行为，自己亲自去从事盈利的行为，譬如说独资啦、合伙事业啦，对不对？做行利嘛，哈，等等。所以这一个赚的钱，一方面就是属于这个合伙事业、这个独资事业的这个所得啦。所以一方面要缴盈利事业所得税，缴完之后哦，剩下来的还要回去缴。 这个什么个人独资资本组的个人综合所得税，或者是合伙人要分配到的盈余，应该要分配到的盈余去课征合伙人的个人综合所得税的。另外一个是透过投资的关系，譬如说买了这个股票，对不对？那变成这家公司的股东，那这家公司赚到钱了、啊，对不对？那赚到钱，假定哦、喔、有分配股利给股东的话，那当然这个时候股东就有所谓的盈利所得嘛，有。 股利所得，我们税法上称为盈利所得啦。假定这家公司赚的钱，它保留起来没有分配股利给股东，那就称为什么？称为未分配盈余，又叫保留盈余啦。那保留盈余这个时候啊，就按照所得税法的规定啊，要加增百分之十。你不加增的话，就必须要把这个保留盈利啊，要分配给股东。 股东就有这个股利所得，所以股东就要回去申报他的所谓的盈利事业所得了哈。好，所以这个盈利所得怎么样子来判断他在境内或境外？那当然最重要的在哪里做生意，买公司的股票，这家公司是按照哪一个国家的公司法来设立的？譬如说你在美国买了是一個,一个一个一个 A 公司的这个股票，对不对？那 A 公司是按照美国公司法来设立的，你买了 A 公司的股票，拿到 A 公司的股利，当然属于中。 中华民国境外所得嘛，那按照我们中国所得税法的规定，境外所得我们是不扣税的喽哈，等等、啊。那比如说做生意，你在美国洛杉矶开了一个独自的一个事业做生意，那当然这个盈利行为是发生在中华民国境外嘛，那当然也不必来克征我们的盈利事业所得税了哈。所以这个是所谓的盈利所得了哈啊。那另外一个呢，执行业务所得哈。好，那我们休息一下，谢谢。 执行业务所得了哈，基本上就是说以记忆自力营生，记就技术嘛，艺就是艺术哈，以记忆自力营生啦。那大家都是哪一些人呢哈？譬如说会计师、律师、代书哈，还有医师，还有演艺人员呐哈，那这些都属于这个执行业务所得嘛。 那执行业务所得，最重要的就是说他在哪里执行他的业务嘛。假定是在台湾来执行业务，那当然属于中华民国境内的所得啦。假定他在美国，对不对？执行业务，在美国开会计师事务所，那当然属于美国的所得嘛，是不是哈？这情况。那目前我们是。 个人综合所得税完全是百分之百的属地主义呐，所以我们怎么样子来分别说这个所得属于境内或境外？那以执行业务所得来讲，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中华民国境内来执行业务？ 第二个来讲，执行业务所得哈，这个是执行业务所得啦。按照我们目前所得税法的规定，是执行业务收入啊，减掉必要费用啊，等于执行业务所得啦。那这个必要费用啊，就有两种方式了。第一种方式，你必须要去设立账簿来记账。 那既然设立账簿了，你就是要有要有这个所谓的凭证了哈。凭证有原始凭证哈、啊，跟记账凭证。那原始凭证就是所谓的统一发票了、收据啦、证明单等等，对不对？就证明这个会计事项发生的这个经过。 及其来龙去脉的，这个称为什么原始凭证？另外一个什么呀？记账凭证，就所谓的传票嘛，哈。我们根据原始凭证来编传票，那传票编完之后再来入账嘛。所以这个时候，假定你是设立账簿的话，那将来啊，国税局就必须按照你账簿凭证来查核嘛。 来查核。另外一个假定你不设立账簿的话，基本上来讲，国税局就会进行核定。那他怎么核定？譬如说你是执行律师业务的，他可能就到法院哦、喔，看你办了多少案件。然后第一个来讲，对不对？每一件案件到底他的收入多少？比如说是诉讼案件呢，或者是所谓的这个非诉讼案件，对不对？好，那比如说非诉讼案件，比如说帮人家办了一个所谓的这个执行呃强制执行的案件，是不是？那或者说帮。 人家办了一个破产的这个案件，或者说帮人家办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夫妻分别财产制的这个案件，这个称为非诉讼案件嘛。另外一个诉讼案件哈、啊，因为法院都必须要公开审理嘛哈、啊，而且要延迟辩论嘛，所以这个时候法律师就必须怎么样，要当诉讼代理人，对不对？在法院里面，对不对？跟对方，对不对？跟被告或者是原告，对不对？要相互的来辩论，对不对？好，等等。那这个称为诉讼案件嘛。好，那。 这个啊，财政部每年都会定一个什么呀？收费的标准。你不设立账簿，所以国税局就根据财政部的这些标准，对不对？来计算看到底它有多少收入。另外的必要费用呢？财政部的各行各业都有一个必要费用，比如说律师的有必要费用，医师的，尤其医师有中医师、中医师跟西医师啊，中医师还有美容的，还有牙牙医的，这對边對还有眼科的，还有内科的、外科的哦。这每一科的它的必要费用都不太。 一样哈、啊，那每年的这个必要费用率、必要费用率啊，也不完全是相同的，所以财政部每年都会在公布一次必要费用率的。所以收入对不对？他可以看看你办了多少案件，这个案件的标准收入大概多少，然后再减掉必要费用，等于他的执行业务所得、执行业务所得哈、啊、等等。所以，第一个，它是不是发生在中华民国境内？第二个，执行业务所得怎么样子来计算的、啊、哈？ 第三个当然薪资所得啦，薪资所得它是不是发生在中华民国境内？最重要的看它的劳务提供地，劳务提供地的哈。假定这个劳务提供地是在中华民国境内，那不管所得给付地的，都属于中华民国境内的所得了哈。那即使劳务提供地在中华民国境外，所得给付地在中华民国境内，仍然属于中华民国境外所得。最重要看劳务提供地的。 但是在民国九十三年，我们财政部啊就发布了一个解释令了，因为我们目前有很多电子公司啦，把它的半成品啊就送到中国大陆了哈，然后去加工嘛。那实际上这个加工就是劳务提供嘛，劳务的提供，所以这个加工地既然是在中华民国境外，应该属于中华民国境外所得嘛。所以大陆这家公司对不对？拿到台湾的公司的这个所谓的加工费。 根本就不必扣税，因为它是中华民国境外所得，不必扣税就不必扣缴了嘛。但是财政部啊就发布一个解释令啦，说哦，对方中国大陆呃这个所谓的提供的劳务是综合性的劳务，因为它除了加工之外啊，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所谓的运输啦，哈，还有报关啦，还有包装啦，还有仓储啦。这个是所谓综合性劳务。既然是中华综合性劳务啊，所以所得的给付地或劳务的。 提供提供地呀、啊，这两个当中只要有一个属于中华民国境内，都属于中华民国的很所得啦。所以就这样子呢，就对于有一些没有没有扣缴的几户这个加工费给大陆公司没有扣缴的，通通把它补税又划了哈。 那后来这一些厂商就找立委嘛，那立委就跟财政部去去去去施压嘛，那实际上这财政部是不对的嘛，因为你薪资所得是不是境内或境外最主要的判别的一个标准是劳务提供地嘛，跟所得给付地无关嘛，他硬拗财政部硬拗。 把这个这个变成一个综合性劳务，然后就说所得给付地跟劳务提供地两个当中，只要一个是中华民国境内，境内都属于中华民国来所得了哈。好，那后来啊，财政部这这这个是无理嘛，没有道理嘛，在立为的这个施压，对不对？然后在立为这个这个这个压力之下，后来财政部啊不得不让步，再重不重新发布这个解释令了哈，等等哈，哈。那当然薪资这里面就会牵涉到有很多这个薪资它不用。 课税的咯那比如说补助费，对不对？那补助费到底要不要课税的问题的哈，等等啊，啊，那基本上来讲，当然补助费大部分都要课税，但是有一些可能就不用课税的也有。那最主要的我们要去看什么？要去看这个所谓的解释令哈，那譬如说，我们就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讲哈，教育补助费，那教育补助费当然就属于薪资所得了嘛哈。但是假定是奖学金，那当然就不是的了哈。那譬如说所谓的。 这个、嗯、这个伙食津贴，那伙食津贴那当然一千八百块之内的，当然是免税。既然是免税，就不必当员工的薪资所得来扣缴，那员工也不必来申报这个所得税了。打，但是假如超过一千八，那当然就要了加班费，对不对？ 那加班费基本上来讲有没有超过加班的时事，那这个加班的时事就是看劳基法的规定哈、啊、等等啊，所以这个加班有没有加班记录，有没有超过劳基法？假定都没有的话，那加班费是属于免税所得，当然就不用课税了嘛啊等等啊。好，那所以这里面呢就牵涉到很多薪资所得啊。第一个是不是发生在中华民国境内是以劳务提供地？第二个这个薪资所得有很多都属于免税的啊，有一些属于免税，像福利性的这个。 所得对不对？好，那到底他要不要扣税？那目前来讲都是解释令去规定。那实际上解释令规定是不对的，但是目前来讲啊，因为我们的行政法院啊能难能难，对不对？以这个违反了宪法第八十条的规定嘛？宪法明明规定说法法官依据呃法律独立审判呐、啊。 但是我们现在行政法院的法官能然以解释令来作为审判的依据，实际上这个是不对的哈、啊。等等，哈，那这个薪资之外啊，那当然这里面我们还有一个所得，我们总共有十项所得嘛。再来就是所谓的租赁所得嘛。那租赁所得第一个，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是不是境内或境外？那很简单嘛，这个租赁所得是提供不动产供人家来使用嘛，所得到的这个报酬嘛，比如说房子租给人家了，对不对？土地租给人家了。 啊，那来来使用呢？拿到的报酬当然都属于租赁所得嘛。那当然，这些不动产的所在地在哪里？假定是在美国洛杉矶或美国圣地亚哥的这个房子租给人家。 拿到的租金，那很简单的，那当然是中华民国境外的所得嘛，那当然不用克征我们的所得税，我们是属地主义嘛，是不是哈？那相反呢，假定是我们台北市的房子租给人家，那当然这里面的租赁所得的发生是发生在中华民国境内，中华民国境内就属于中华民国来源所得，当然这个所得就必须要克税嘛，那怎么样克税？ 那当然来讲，这个租润啊基本上是租润收入减掉租润的必要费用等于租润所得嘛，哈。但是我们个人呐、啊，我们个人因为没有就不会记账啊，对不对？ 我们个人不会记账，所以呢，财政部就颁布了一个租赁的必要费用百分之四十七，所以租赁收入减掉必要费用等于租赁所得。另外有押金的话，也要把它设算为利息收入，等于租赁收入。好，那就是有关的租赁所得怎么样子来来计算来课税的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 接着谈到另外一个种类的所得了，就是自力耕作、农林、一木、林矿所得了哈。那实际上就是种田的啦。那目前来讲，这个种田的根本啊，就活不下去的，哪里还有什么所得哈？譬如说我个人家里面在台中县太平乡，对不对？有六分的这个荔枝眼呐、啊，那一年毛囊才五千块台币，五千块哦。 啊，那所以现在种田的根本就是，嗯，就连生存都没办法，哪里有什么所得可以课税？所以目前呢、啊，自力耕作这个农林渔牧，目前来讲，基本上大部分都不课税了哈。第七个种类的所得是财产交易所得了哈，财产交易所得这里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了哈，假定是股票哈，股票交易了买卖了哈。 股票哦，股票假定股有限公司对不对？股有限公司那按照这个公司法的规定是要发行股票，也发行股票了。那发行股票这个时候所产生的这个交易所得就属于证券交易所得了。目前证券交易所得是停增的了哈，等等。 好，但是假定不是上市贵公司的这个股票的证券交易所得啊，假定超过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最低税负制啊，所谓的所得基本税额条例啊六百万的话，那这一部分还是要扣税的喽。假定是上市贵公司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股票的交易所得，目前是停征个人综合所得税了哈。 假定是有限公司，有限公司按照公司法的规定是不可以印股票嘛，所以它就变成股份的一个一个交易，股份的买卖嘛。那股份的买卖啊，就会产生财产交易所得啦。所以这个时候当然就有财产交易所得要并入个人综合所得税来课税哈。另外土地，那土地目前来讲哈，土地目前来讲，诶，也是免征个人综合所得税了。但是土地上面的房屋，对不起哦。 这里面就是有财产交易所的问题啦。但是假定没有办法举证的时候啊，没有办法拿出证明文件，说我买进来多少，卖出去的收入多少，那这个时候啊，那国税局就会按照财政部颁颁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标准呐、啊、哈，那每年都会更改哦啊，那大概原则上来讲，大概有的地方啊，高达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二十几、百分之十几都有，它看地区哦。 但是它是什么？以什么来作为课税的？以什么作为基础呢？税基是怎么样子来的呢？它是以房屋的评定价格，房屋的评定价格哈，因为各县市政府都有不动产这个评价委员会，会针对每一个房屋、每一个建筑物啊来做一个评价。那评价就是房屋的评定价格的百分之多少？ 那最早是百分之二十，或者大法官解释说，你怎么可以按照百分之二十呢？所以先告违宪。那现在财政部就是每呢会根据台北市、哈，然后新北市、台中市、哈等等哈，每一个地方啊，然后来做一个个别的调查。 看到底这个财产交易所的大概多少百分比啊？这個、情况，这个是有关的财产交易所的啦。那变成是相当的复杂啊，相当的复杂。好，再来呢，所谓的竞技、竞赛及机会中奖嘛。那第一个来讲在哪里竞技？譬如说，在美国的拉斯维拉斯维加赚到赚到钱了、啊，对不对？好，这个赌博赢了、啊。 那当然，它是属于中华民国境外的一个经济、境外的一个机会中奖嘛？那当然属于中华民国境外所得，当然就按照我们目前的综合所得税法的规定，当然就不必来申报嘛哈，等等哈。好,好，那第二个来讲，假定是在境内呢，那当然是收入减成本，收入减成本哈。那 几年前呢，大概有一位先生啊，他是经营大家乐了哈，他是大大主头经营大家乐，结果被财政部稽核查到了，银行存款里面总共大概有哦，好像二十几亿吧啊，大家都有二十几亿哦，结果财政部硬要他拿出什么呀、啊？拿出这个成本凭证出来，没有的话，通通把它当所都把它课碎了哈、啊、等等。那实际上这些大家乐的主头 他他这这个有二十几亿的这个收入，你叫他怎么拿出成本呢？强人所难嘛。而且他拿出成本就必须说啊，谁有来跟他签，下注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家乐，这都是非法的嘛，是不是？而且而且可能就整个曝光了嘛，是不是？所以更不可能把这个成本摊开来嘛。但是财政部结合主能然以他整个的收入当当为所得来课税了哈，那这个实际上是不不对的哈。 再来退足所得了哈，那退足所得就是退休金的所得，那退休金的所得它可以分为一次领取或者是按月来领取，它有一个公式哈。 然后多少之上的话，税率多少哈、啊？然后多少之上的话，就是半数扣税，啊，半数免税。在多少之上的话，全部都要扣税，就变成很复杂。那可能请同学要看一下。再来其他所得，那其他所得就看它所得发生地到底在境内或境外。假定发生在境内，那当然就必须要扣所得税了。那其他所得，譬如说经营补习班，就属于其他所得了。经营补习班就属于其他所得。那这个其他所得是其他收入减到。 必要费用等于其他所得号，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谈到了这个所得的种类。所得，我们所得税哦，并没有做一个定义，只有对所得有十个种类。 然后这十个种类啊，第十个种类叫其他所得，所以采用概括性的规规定。所以我们要看这个所得，这个所得到底所得税啊，第四条有没有免税规定？假定免税规定，那当然就不用申报；假定不是免税规定，那对不起的，通通属于要申报的了哈。那除非怎么样？比如说有人个人把房子一个小房间租给人家，对不对？那租给人家，除非房客不检举，否则的话国税局怎么抓？怎么会知道呢？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就牵涉到要不要申报被。 变成什么呀、啊？国税局能不能抓得到，对不对哈？国抓不到，他不申报，你你你国税局无可奈何嘛？等等哈啊,啊，这情况。另外的，他按照所得的种类不同啊，就可以怎么样，有不同的成本哈、啊。有的是怎么样？有的是有比例来来来,来当必要费用。 啊，像这个所谓的租赁的这个所得嘛，它有一个比例百分之四十七当必要费用嘛哈，演艺人员也有一个比例等等啊。另外一个怎么样，就是说，哎，你可以自己可以来设立账簿，可以来设立账簿哈、啊、等等。执行 A 五，除了会计师必须要设立账簿之外，很多的执行 A 五都可以怎么样不设立账簿，由国税局进行来核定。 那像这个大牌的律师，也许他的报酬都是抽成的，抽成虽然是有点违法性哈，但实际上他是抽成的。比如说告赢了。 然后呢，抽了百分之五十，对不对？那像这种大牌的律师，他当然就不要设立账簿了，他由国税局去查嘛，对不对？你设立账簿，将来就有逃漏税的问题嘛。假定啊，逃漏税的话，你又是律师，那很可能就会遭受到怎么样？你这个律师里面有关的这个伦理的这个这个，它里面的一个公 A 的一个规定哈，像会计师是有职业道德哈的这个规范。 那律师，我我想应该有这种规范嘛，就违反了，所以很多大牌的律师就是免不设立账簿嘛，有国税进行去调查嘛哈，调，然后按照按照所谓公定的标准的收入当他的收入，然后减掉这个必要费用哈，然后呢不搬的必要费用等于他的执行业务所得哈等等。好，那接着我们开始就要谈到这个免税额啦，因为哈这个个人。 这个所得税它的课税的基础啊，是所得总额减掉免税额减掉扣除额嘛，等于综合所得净额啦。以综合所得净额来适用累进税率，以综合所得净额来适用累进税率哈。那这个免税额实际上就是样就是这个生活费用哈、啊、等等。另外的在申报啊，我們目前的个人所得税的申报是夫妻要合并申报啦实际上是很明显的违反到民法的规定啊，因为民法的亲属篇对。 对夫妻财产制有分别财产制跟法定财产制嘛？假定采用分别财产制的话，那就看谁的名义就属于谁的财产嘛哈，属于先生的当然属于先生的，属于太太当然属于太太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合并申报？合并申报呢，就要适用很高的这个累进税率，就比较高的累进税率造成什么对婚姻的一个惩罚？实际上这个是违宪的了哈。但是我们的大法官也不进一步去解释它违宪，我们的财政部也是这个我行我素哈、啊，这。是。 这很不应该哈，等等哈。好，那因为有关免税额啊比较复杂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慢慢来说明了。第一个来讲哈，每一个人的免税额啦，前年是八万以九十九年度来讲是八万二了哈。那超过七十岁以上的，年满七十岁以上的。 因为啊，七十岁以上啊，很多生行动都不方便的啦，可能增加很多的生活费用，比如说出门都可能都要坐自程车啦，啊等等诸如此类的啦，是不是哈？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免税额就是一百，就是十二十二万三千，十二万三千哈、啊。好，那因为今天时间关系，跟各位同学说明报告这边好，谢谢，再见。